我们来到日本航空公司商务休息室。休息室位于二楼和三楼。我们先来到三楼。三楼还没有开放，所以去六楼国泰看看。国泰晚上五点钟早早就关门了。香港嘢嘛，梗系啦，你梗系中意啦，香港嘢啦嘛。有咩炸酱面啊？啊，烧即系点香港点心啊，好多嘢嘅，烧鸡有啲，但系佢问题系。这是二楼才有冲凉房。我们先去到三楼，但三楼是没有冲凉房的。三楼宽敞明亮，人也相对少。我老公忙着登记申请浴室。这是柜子存放包的地方。最后，我们还是回到二楼，才有冲凉房。
點去到？呢個十到幾年？杏仁豆腐啊，釘咗喺度啊。我終於拿到沖涼房的門卡了，可以去洗澡囉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为我订阅和点赞。